我们在座的这位师父们，啊，这位菩萨，啊，佛光啊照见，佛悉知悉见我们，我们在这里入华严海会，所以这个佛现前的正无上正等正觉之中，对我们凡夫来说确实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这个不可思议我们怎么思议，我们这三天就是来好好的学习，用我们虔诚的身心去入，本来无所入啊，不可入，但是我们要入，你看这就是啊转法轮。人呢、啊、这个心是很微妙的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三宝就身心吉祥。同样是这个几十年的人生，里面装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现在这个人的这个狭隘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需要大方广的这种境界去拓展。想我们重新审视自己，重新认知世界，特别是我们传统，这个是中华民族绵延传下的这种智慧。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闻名世界，但是峨眉山的文化是普贤文化，普贤文化到底是什么？普贤菩萨的内涵是什么？就好像现在讲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但是传统文化，优秀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？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圣贤文化，对不对？这更确切，圣贤文化。儒家来说就是说人天相应，人天合一，儒家的最高就是说修行路径最高成就。我们这次在河南有一个博物馆里面放了一通那个碑，那个碑呢跟少林寺那个碑是一样的，上面写的很简单，佛教明心，道教保命，儒家是人伦。但是人这个精气神，他的品格好了之后，他也可以人天相应，人天合一。所以在这个上面，儒它跟道是有关系。但是这次我在河南，我们郑州记者一个交流会，当时20多家媒体，40多个记者。当时我跟记者们讲呢，我说，因为河南嘛，吃面食嘛啊，我说这个你讲儒释道，这个很玄乎的啊，但是我玄乎的我把它说了土一点啊。什么是儒教呢？我说儒教是面片。什么是道教呢？道教是面条。把面片拉长一点的就是道教。那总的他认为人是真实的，修道教强身健体，甚至啊延年益寿，甚至能够哎怎么样飞升成仙，对不对？它其实都是人的美好观念的把它延续延长，哎，所以说把那面片拉长一点就是面条。但是什么是佛教呢？我就说若饭食时，当愿众生禅悦为食，也就是佛教。虽然吃它，同时呢又超越它。中华民族的这些文化可以这么简单的梳理一下，我们有一个哦，越来越明晰了。那峨眉山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的这个精神是什么呢？所以在我们佛教里很多大乘经典里，普贤菩萨是很少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有遇到善知识给你开心，开一解，让你解悟啊，有一个入处，开个智慧，这个善知识的工作。但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自身，对不对？文殊菩萨教化了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开了根本智，然后文殊菩萨教他你学谁，学谁，学谁，你看别人开了这根本智在做什么呢？
然后一个一个学学学学，学了一大圈，一直到第53位菩萨才遇到普贤菩萨。菩萨有53位啊，十信、十行、十住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个就50位了，等觉妙觉，这个功德海，这个就是诸佛如来的这个啊。为什么这个山峨眉山叫大光明山呢？这是代表诸佛的大光明藏。这个大光明宝藏啊，不是简单可以看到的，这要自己积累广大资粮才可以看得到，才可以用心眼智慧的眼看到的。普贤恨愿品大家可以啊，从这里可以知道，那是以善财童子为典型修行的模范。第一位遇到文殊菩萨，然后一位一位参学，百尘烟雨啊，叫跟那么多师父，最后遇到第53位普贤菩萨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普贤恨愿品是出自大方广佛华严经。这本经非常特殊，地球这么大，佛教的国家那么多，不是每一个佛教国家都有这本经的。这本经到泰国、缅甸、柬埔寨、斯里兰卡听都没听过，听都听不到的，这个经名字听都听不到的啊！他那个都几千万佛教徒啊，几千万佛教一个听不到，哪怕他是国师是什么，他没听过这个经名字。
这本经是释迦佛陀与菩提道，菩提道场成等正觉之后的内在的境界，内在的境界。所以不是他对着谁说的，完全就是成佛的境界。一成佛了之后，过去现在未来一片大光明海，觉醒的大光明海，过去现在未来。所以大，这个大佛的这个觉性，也是代表我们众生的这个佛性的这个大大。所以大方广，不单单形体上大，大方广是我们心，也是佛的心的叫体相和用。体是大，方呢，它也可以代表着这个佛的这个佛性的本体，佛性的相貌，佛性的作用。大方广佛，这个大方广佛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，我们一切众生都是这样。所以佛陀会说奇哉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智慧德相就是指这个。那我们区别在哪里呢？区别在后面华严这两个。因为我们叫佛陀就是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就是因为不能证得，所以我们被无明，被无明的这个所控制的把持的，然后又妄想执着。所以我们把好大的一个大方广给什么呀，就好像你家里有一个新房子300平方啊，花园式的，花园地方也很大，好几亩。但是怎么佛是已经装修好的，我们也有这一套房子，我们没装修，甚至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房子是我的。有的不知道，以为哎呦这房子谁的，还羡慕嫉妒恨，还吐口痰。这人都是，如果他说这是你的，你家的，哎呦这我家的，哎呦赶快把这个擦掉啊，弄干净，哎呀弄水啊，打扫啊，香啊，熏啊，种种种种装潢啊，所有诸佛菩萨果地的圣人都是装潢好的，知道这个房子就是我的装潢的。我们什么叫凡夫众生呢？就这有这么好大一块房子，不知道是自己的，不知道是自己倒算了，还把它给污染掉的。所以佛是大方广华严，我们众生呢是大方广污染。华是觉悟的意思啊，严呢是用所有的功德去庄严的。我们呢是不觉，然后呢染污它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峨眉山叫大光明山，这是代表诸佛的大光明藏。大方广是我们心，也是佛的心的叫体相和用。所以佛是大方广华严，我们众生呢是大方广污染。普贤横愿品传奇法师正在开讲。
所以你看佛陀来救我们比给我们 1亿美金重要吧，是不是？在轮回路上给你再多钱你也用得掉的，对不对？金山银山会吃空掉的。但是如果让我们知道成佛之道，这将受用不尽啊。真正人生是往上走的，人往高处的，乃至究竟能够圆满菩提啊，成佛的。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如果细讲这七个字，哎呀，这个不得了。所有的佛陀的，不要说释迦牟尼佛40多年说法，300余会包括在这里，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，不出这七个字，不出这七个字。那这本经就是他的，这本经就来自于佛陀成道之后他的佛的境界，内证的境界的记述了这个。所以这本经没有当时佛陀这个说的这个经自证的境界，当时的这一切都这本经保存在龙宫当中，不是在我们人间，不在人间。一直到佛陀涅槃之后600年啊，600多年，佛陀以前受记过，600年后与这个城，在这个佛陀来的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多少年之后会出一个什么人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，以后会对我的这个教法里会做哪些事情。叫龙树菩萨，就是佛受记的这位菩萨。他一开始是学外道的，学外道，但是他学什么就会什么，学甚至学到可以隐身呢，他也不用穿隐身衣的，他就可以隐身隐掉，大家都看不到他。结果几个人学的本事都很好，然后干嘛呢？就做坏事去。所以这个外道为什么这个他不究竟呢？他有了这本事干嘛你知道吗？跑到皇宫中当中去了，皇宫里面找那个啊皇妃宫女去了。结果这个皇帝就奇怪了，我这皇宫里面这些女的怎么这个怀孕了那个怀孕了，这稀奇古怪就怀孕了。然后就找能人高人来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说要么就是啊非人，要么就是什么，教了那个办法，用那个大内高手，叫大家皇宫里的人就全部躲起来，然后那些就在那刀就这样杀，看不到就那样杀。就那他的好几个同学，他虽然隐身不代表他没有身呢，他还是有身呢，这是被看不见，人眼看不见，好几个都被当场砍死啊。那当时龙树怎么办呢？他是藏在皇帝的后面，这样躲过一条命。从那跑出来了，翻墙跑出来之后，哇，吓坏了，这再也不敢去皇宫了。后来才遇到他的师父了，开始学习佛法。但是他很快就把佛教的小乘经典、大乘经典全部都读完了。世间没有他能读的书了。后来他也修出神通来，又修出神通来。然后怎么样？他到龙宫当中去读佛经去。
就在龙宫里读到了这一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但是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分上中下三本，也就是说广中略。广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有多少啊？1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劫，13000大千世界。那我们现在一个娑婆世界才是一千啊，就是3000大千世界啊，一个3000大千世界。那这个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广本上部的那个大方广佛，有13个3000大千世界，是什么呢？微尘数。你说一个大千世界多少微尘？别说一个大千世界了，我们就这一个会场多少微尘也算不过来的。不要说还有个峨眉山，我们一个地球，然后一个3000大千世界的微尘数。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人来说啊，那就知道我们人在地球上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生命。要讲这个上本的这个，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思考到的，思考也思考不了的。就是中本好了，也有498800计，总共1200品啊。上本是疑似天下微尘品，疑似天下微尘品，所以上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。中本有498800计，1200品，这个我们也是啊，整个用我们那个书来装，把这整个这个装满了也装不了。冲动啊，过去说可以把这个整个房子冲满，也装不了。所以龙树菩萨这边看到下本有100000计48品，所以龙树菩萨就把这个下品给背会了，背会之后返回到人间，用笔墨把它写出来。100000计48品。那从印度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呢？啊，从东晋的年代啊，东晋有佛陀跋陀罗尊者翻译的《60华严》。后来在唐初有视察南陀尊者啊，又翻译了《80华严》。在唐末有般若三藏法师就翻译的《40华严》，但总的来说，啊，从60华严不完整，到80华严，其实也不完整。所以当时的皇帝就广求啊，我们唐朝的皇帝就派人到印度去找啊，100000计48品都圆满的，我想传到中国来啊，很早，但是。也很难。最后有一位印度南印度乌察国的国王知道了之后，就将自己收藏的这个40华严，他知道啊，这是中国没有的，他把它
亲手写了一部，这个皇帝亲手写，然后派使臣供养到我们，进贡到唐朝来，进贡给德宗皇帝。德宗皇帝在以颁圣旨，作为国家的盛事啊，请般若三藏法师来翻译。这个四十华严其实就是入法界品，详细的解说入法界品。特别就是这个最后一品普贤恨愿品，这是前面的六十华严八十华严都没有的。所以这一卷，这最后这一卷其实可以加上前面的那话，翻译到中国来的其实就是81卷华严经。但是这个81卷华严经啊，81卷也没有完整，只占到10万偈当中的45000偈，翻译到中国的只有39品，还有9品，虽然只9品，但是那9品却占55000偈，也就是说还有55000偈在印度没有翻译到中国来。但是虽然翻译到中国的有81卷39品，但是城关啊，就是清凉国师啊，这些大善知识们啊，他们说这个华严经有序品，有正宗部，正宗有序，有正宗，有流通，这3个已经具足了，这个经也算完整的，也是我们可以受持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上午第一节课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啊，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经典的怎么样，从在佛陀讲解讲啊，佛陀的这个从哪里来，然后到什么时候啊，怎么流传到中国来，我略略的讲一下。今天第一节课先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